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对，现在都十点多了，我们是约十点吗？啊，不然你先打给他好了，啊，我们查专题。好啊，好啊。喂，琪琪，你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我们今天要讨论专题呢。喂喂，好，我隔周马上过去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赶快哦。嗯，拜拜。介绍：手机壳、展示机、粉底、腮红、眉粉、眼影、海绵、刷具、浴帽、吊饰绳、针线盒、磁铁、剪刀、热熔枪、松紧带、封扣板、布织布、模型板、防水贴布。制作过程：先量手机大小，再将它剪下，在粘完防水贴布后剪下，将化妆品取下并描入封扣板上，再将它割掉。将化妆品放入，将中间夹层扣到皮套里，留出皮套剪下并粘上，将磁铁粘上，缝口红收纳袋，将口红收纳袋与手机壳做结合，化妆包手机壳完成。作品功用与操作方式：这个化妆包手机壳不仅可以方便的接听电话。喂，还可方便的进行补妆，里面富含了粉底、眉粉、眼影以及腮红，还有口红。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